经过之前加息的忧虑，美股大跌后，市场的投资情绪逐步改善，美股展开了技术性反弹，港股亦重上28400点。若以技术走势分析，恒指暂时仍处于27700至29200点区间内上落。不过，有一点是较为理想，就是恒指能站于28200点之上，算是稳定下来。虽然能否冲上29200点并出现突破，仍是未知之数，但起码走势上不算太差，仍有直播空间。事实上，现时港股走势仍需见步行步，一方面要看美股的反弹情况，另方面要看本地新经济股的表现。新经济股估值过高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今次跌浪就是对新经济股作出估值的修正，将炒高的水分收回。故此，大市的忧虑美股亦忧虑港股的估值问题。若以玄学角度，本周市况反复为主，大部分时间行上落市，只是周三会有较显著的跌幅，留意周三之后可以开始趁低吸纳。本周每日的股市走势预测，周一任申日为天干属水地支属金，金生水之局，市况反复上落，缺乏方向。周二癸酉日为天干属水地支属金，金生水之局，仍然是上落市。周三甲戌日为天干属木地支属土，木克土之局，市况有震荡，走势较淡。周四月亥日为天干属木地支属水，水生木之局，反复做底。周五丙子日为天干属火地支属水，水火交战之局，市况反复，逐步向好。